满意，我认为你满意的话就反而不对了，一定不满意，因为你听起来就是别人听起来也是比较手都瑞咪咪，那你们是哒哒哒滴滴滴滴滴当当变成这个样子的嘛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美声啊，美声这个一定要把它也是一样。那个我一直强调，对不对啊？只要方法正确，这样就很好，就会就可以慢慢学下去了。所以现在美声这样方法是正确的，也就是一定要动口开口唱就对了。然后慢慢的，你假如说只是弹的，一直在那边弹，你会觉得很乏味的嘛，你越弹越没劲了。所以你自己嘴巴动一动，反而好一点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你们在练习的时候，歌词也许这首歌你也不熟，那或者是说你还要看一方面还要看歌词嘛，对不对哈？这些都是我的经验谈了。你们甚至于可以歌词啊，都不要放歌词啊，因为我们主要是练习啊。你练琴的时候它是有重点的，你练习它就是和弦要会压，和弦进行要背起来。其实歌词不重要呢，你乱 K 乱盖，像我常常乱盖啊，歌词也是我都记不起来，乱盖一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主要练唱歌的，我们主要是练，我们唱歌是因为只是一种手段，用唱的出来，然后耳朵听起来，然后跟和弦搭配起来。那歌词的话，那你大部分人就错了呢，就把歌词写好，然后大部分时间就盯在歌词，对不对？在练歌，懂我意思啊？其实错误呢。你大部分你歌词你真的不要写，不要看歌词，不要唱，你就哆来咪嗦唱音名反而更好呢。你应该这样唱，不要看唱歌词，比如哆来咪嗦，哆来咪嗦，哆来咪嗦，哒啦滴滴哒哒哒啦，哒啦哒哒，滴啦哒，滴嘞。对不对？那我们其实我脑袋瓜里面是要记着什么呢？你们要记着，反而是哦，这首歌的主要是一个是哆咪就seven哆seven进到发，主要是要练这个。你练这首歌的目的啊，就是重点是，你当时我不是讲三样原则嘛？一个是把曲子了解，其实你们不是写好了吗？他们都写好了 A B A 嘛，最用的最广那个，然后再来就是和弦进行。你要背它和弦进行，
这首歌的话，我不是讲过吗？有几个重要的公式，三个公式，一个是 Do， Do major seven， Do seven， 进到发。啊，这个算已经是很高阶的，就是那种和弦进行一个了，然后再来 Do la re so， Do la re so， 两个公式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副歌手 Do mi fa so， 三个公式，所以你就已经背了三个公式。那我说你这一辈子啊，你会十个公式你就很了不起，会背十个，对不对？我看你们现在这样练下去，一个一刚刚我讲的 Do Do major seven， 这算一个了，对不对？啊 ，Do la re so 也算一个，啊 ，Do mi fa so 也算一个，等于三个公式，你知道，这才是重点啊，而不是去歌词去记歌词，不是，绝对不是呢。所以大部分学琴都学反了呢，方法。所以我一直强调学方法要对呢，重点要学对呢。那有些同学，我记得我看了好几个呢。尤其是就是上那个就是实体课的，哇，有一个同学也是，他太重视那个唱歌的声音了嘛。每次上来弹，我叫他们上来弹的时候，他还要一定要背一个那个麦克风，懂不懂？无线麦克风的啊。重点是这个东西，他一直强调这个自己唱过来声音好不好听啊，那不重要的嘛。根本不重要，你唱歌不好听也没有关系啊，五音不全都没有关系。可是五音不全的话，是因为你很少唱的，你常常唱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慢慢调整过来了。结果他方法搞错了以后呢，那结果呢？结果就是他反而进步的比别人还慢呢，因为他一直在那边注意这个哇音响啊什么东西的呢，根本不重要呢。你主要把这个重点弹琴，所以说你们今天讲这个课对不对？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了，你要背那个和弦。你说你像你看那个谁啊，那个美辰对不对？美辰，你看他弹啊。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dancing. OK， 他弹到这边还不错。你看他发和弦的时候。他发和弦的时候呢，他很本能的，对不对？他几乎很少用到二指琴的，几乎没有。这为什么没有呢？就是因为你们都没有每天都要弹这个一二一二这样转的。那他的弹到发的时候，他还是这个样，根本很少。你看他从头弹到尾，他几乎很少用到二指琴，表示没有用心在这方面去弹的，就是哆发西一直弹到发和弦的时候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一定要这个样子，要养成习惯呢。发这样的，说这样的，要好好的把指型改过来呢。你看看他弹，就表示我看手指我就知道他就是没有。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。 这边还好，因为这边我在教着他。你看发，你看到没有？就这样子。拉也还可以，哆啦瑞索。还有一个嗦，你看嗦又跑成这个样子。发和弦，你看发又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看说又回到又是对，这次还好，这次就对了。你看又说又这个样子。Yes, I lost my love.
基本上还很不错了哈。那这样的方法是对的，就是这样一直练，然后用嘴巴一直唱它这样子哈。然后唯一的就是和弦，你不要用这种，要这种，碰到这种，这种我没有教这种指型，对不对？就是这种指型是因为你这样过来这样子，对，就要养成这种，对，发收二指型尽量用到这样，这样是对的哦。然后回去啊，你就是你现在重点对不对？也不要求多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这首歌把它背起来，重点是背什么东西啊？背公式，这样子，一个是哒哒哒哒哒哒。哒哒滴哒，哒哒滴哒，哒哒滴滴哒哒哒，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。然后这一个两个人呢，哒哒滴哒，哒哒滴哒，哒哒滴哒滴哒哒哒，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。那这个说的时候，有时候过门的时候啊，那对同学来讲的话，你就是郁闷很久的，你就耍一下，怎么这样刷过去？刷下来随便你用，这样的一小节过门了，就是代替鼓手过门，然后副歌哒啦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，懂没发收嘛？哒啦哒哒滴哒哒滴哒，然后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背起来，背起来那个，把它公式背起来，嗯。也不要多，你我不讲嘛，你这个你光是练这首歌的，你养成习惯之后，你就碰到发和弦，你就不要用这个样子，你发和弦就这样子，收和弦呢，你也不要这个样子，你就用收和弦用这样的，这样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一个公式，两个公式，然后是一个副歌手哆咪7发收哆，把它背起来，好不好？那歌词的话随便盖了，随便那个你用哼的嘛，我一直鼓励你们用哼的，就用唱的，哆来哆来滴哒，哆来滴哒，哆来滴滴。然后你在唱歌名的唱歌音的时候，你顺便了解那个哆来咪嗦，哆来咪嗦，是不是哆来咪嗦？哆来咪嗦都在哆和弦里面，哆来咪咪瑞哆哆啦，到拉的时候进到发和弦，所以你在背那个旋律的时候，你就顺便了解啊，为什么到了拉的时候，我唱拉的时候一定要变个和弦，变到发和弦，因为发和弦里面呢，它有法拉哆的音嘛，你就不能再用西和弦了，所以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反而要记这个，你自己你唱，我觉得你唱歌名歌的话反而没有用了，对自己帮助都没有用了。就一直唱歌词没有用的，你就哆来咪嗦，哆来咪嗦，哆来咪咪来哆哆来，哆来哆嗦咪拉咪拉嗦咪来，对不对？每次弹和弦说，哆拉嗦咪来，哆来咪嗦，哆来咪嗦，哆来咪咪来哆哆来，哆来哆嗦咪发西来哆。那到副歌，哆来咪嗦咪来。那为什么这个re 的时候呢，要这个用 mi7 呢？你一定会很好奇嘛，那为什么 mi7， 别的也可以用，为什么一定要这个？因为它本身这个公式很漂亮，公式有时候能够套上去最好了。哆来咪嗦咪来咪来哆，你看哆旋律还是哆，又进到哆发拉嗦，对不对？都是你就可以了解到。那就比如说这边为什么要用咪，就哆来咪嗦咪瑞，为什么要用这个？因为它有一个这个瑞的音呢，一定要用7啊，你没有用7，这个就没有，这样子更好，就这个道理是这样来的，懂吗？一边弹一边去理解它的嘛。所以方法我一直强调方法很重要，重点很重要，你不要为了唱这个歌，对不对？一直看着歌，然后一直弹歌看歌词，对不对？希望把歌英文唱准，那歌词不要唱错，其实根本就是不重要啊。歌词对不对都无所谓呢。我一直强调我自己歌词有时候都，我看我唱歌从来也是很少看谱的，看那个歌词有时候盖了就乱盖一通的，对。重点是我们把重点抓到的，这样的好吧？这个重点哈，好吧？所以这个美辰我一定要帮他做个资料夹，对不对？那他等于说是新同学，很有代表作的，他等于说是从刚刚开始学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看到他的，然后就那尤其是新同学，就想要学琴的人，
也是毫无那个，就是刚刚开始的，你可以拿这个像美成拿来看呢、啊，你看他成长，慢慢成长，对不对？他现在也不过，也上一期，我不知道一期到了没有，反正就是这样慢慢成长。你如果只是在旁边看的时候，你永远没办法的，琴一定要自己下去弹，看你会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很多同学啊，就是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、啊，也是好像在国外的呢，哇，看我弹的什么认真一认真二呢，哎呀，太容易了这样子，哎呀，我会了，然后急急忙忙的，就是我弹给你看一下，我知道他一弹以后就没有消息了，因为发现呢、啊，你下去弹的时候，你发现完全两回事呢，看似很简单的抖发手都，你关键是手指摆了半天就摆不上去了。所以琴是要不要急着慢慢弹，这样一定要一分一分耕耘，一分这样慢慢练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，我看尽量挑一些新人，对不对？像 Gloria 很好。